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32页，732页倒数第七行，从头看起啊，这是毗陈正觉品里面的寄诵，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，畜生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啊，这是前面的一首。我若成正觉，列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这是第二首。后面还有两句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悉圆满。那么这是说明阿弥陀佛大愿的缘起由来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首四句名大愿之由，乃于令一切长夜明昧之众生，立住忧悲苦恼，畜生善根，成就菩提。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，这一段的意思非常好，是我们应该要效法的。诸佛如来跟我们实在说呢，没有差别。为什么他能成佛，我们还在搞轮回？简直无法相比。我们学习像这些地方，要深深地去探讨，去研究。
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？前面四句就说清楚了，人家的心量大，不为自己想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想到众生。哪些众生？记字上令彼诸众生，这个彼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啊，也就是说在这个法界虚空界里头，除极乐世界以外，所有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众生，就这一句所包括的啊，十法界众生，四圣法界苦少一点，乐多苦少，六道里面众生呢是乐少苦多，啊，而且轮回很不容易超越。必须要证得阿罗汉果，才能从六道超越，往生四圣法界，不出十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是诸佛的净土，六道轮回是诸佛的秽土。啊，这是法界的状况啊！我们堕落在这个里头，我们堕落在最下面，六道里头。在六道里头待了多久呢？无量劫。现在还在六道里头打转呢，每一天还是造六道的因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！啊，造六道的因，就决定出不了六道。啊，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幸运，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佛法，遇到了净宗。啊，这是无比的幸运呢！啊，这个法门，只有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当中就有出力，不但是六道，而且是十法界，出力十法界的机缘、机会、缘分。要是能把它掌握住，我们就超越了。掌握不住呢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啊，真的不知道哪一辈子才能出头。啊，苦不堪言呢。啊，六道里头，诸位冷静观察。这是个什么世界？叫冤冤相报。啊，亲会变成冤家，冤家会变成亲。啊，小孩到你家来投胎了，你是他的父母亲呐、啊，你跟他是兄弟关系也是亲呐、啊。啊，不定他是来报仇报怨来投胎的，
到他长大之后的时候，会把你搞得家破人亡。这种事例例子，自古到今呢，太多了啊。啊，先是亲，后来变成怨。先是好朋友，到最后变成冤家对头。真的是这样子啊。他会变化了。毛主席跟蒋总统年轻的时候都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好朋友啊。啊，中山先生一过世，他们两个人意见不一样，啊，以后就变成对敌了。啊，过世之后，我都遇到了，啊，他们附体。来找我，啊，蒋总统说出他跟毛主席的关系，他们从哪里来的？他们本来是天神，啊，从天上下降到人间，是来辅助孙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犯了过失，被上天收回去了。啊，这个过失是什么呢？破坏佛教。啊，在一个寺庙里头，他毁掉一尊佛像，在当时叫破除迷信。啊，今天全国人不再信佛教了，排斥佛教了。这个起源，孙中山先生要负责。这个头戴得不好啊！啊，这个原因被上天收回去了。啊，以后导致啊，毛跟蒋先生对立了，啊，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。他们都要负责任的。那么看到现在的国宝，看到过去在世的时候所作所为，那是因呢，一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这是寄生里头两句啊，令彼诸众生呢，长夜无忧恼，这是佛的心。啊，一般众生长夜忧恼，长夜是无量劫，无量劫在轮回大转，心忧
身苦啊，啊，忧悲苦恼啊，那么佛是来帮助人，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啊，佛用什么方法解决？这个方法是出自于真实智慧。啊，真实的善巧方便。佛知道忧苦从哪里来的，对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，我们用这三个字把整个宇宙包括了，啊，对人事物的真相不了解，生忧悲苦恼。如果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人的忧悲苦恼跟自在常乐全在迷悟啊，悟了就忧苦，觉悟了就喜乐。佛把他这个理念落实在教学，用教学做手段，帮助这些诸众生。十法界的众生，一切诸佛刹土十法界众生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他就离苦得乐了。教学太重要了，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取得安和利禄，长治久安，全靠教学啊，教学要从小教起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少成若天性，从小教成的就像他天性一样，天生的习惯成自然。啊，这是古人经验之谈呐。啊，谁教呢？父母教啊，特别是做母亲。啊，上天生人，男女有别，五伦里头夫妇有别，别是什么？不同的任务啊，不能争啊，现在要搞男女平等啊，要争女权，争到手之后怎么样呢？家毁掉了啊，要达到极处的时候，整个世界毁掉了啊，两个不同任务组成，这世界才美好啊。
啊，而且谁最重要呢？女比男更重要。只有中国人懂得，自古以来，教女比教男重要。啊，男，这个夫妇有别，啊，丈夫负责什么？家庭经济生活，负责这一方面的。啊，他要外出工作，赚钱来养家。啊，妇女的工作是主要的。你家里有没有后代？后代里头有没有圣贤？这是女子要负责任，这个大了，这个责任大了。啊，兵跟主两个要分开啊，谁是主啊？女是主啊，男不是主啊。现在没有人懂得这个道理，也没人讲。我们要讲出去，人家就骂我们。啊，人家说我们开倒车。啊，我们很冷静，把一切都放下。你去想想，古人讲的对不对？他要不对，怎么能够绵延？到近代啊，如果他有问题，早就应该爆发出来了，怎么能等到今天？今天爆发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？是出在我们伦理崩坏了，他就出问题了。如果中国人还是继续学老祖宗啊，伦常道德不会有这个问题啊。啊，女人不会抛头露面的，跟大家争权夺利，不可能的。啊，她的责任是培养圣贤。这个事情，圣贤君子人多了，这个国家就长治久安。啊，女子默默在耕耘，她的功德大了。儿子是圣世贤，他能没有福慧吗？啊，有人说，我也相信，孔老夫子在忉利天。那他的母亲呢？决定不止忉利天，夜摩天以上。啊，没有母亲，哪有他呢？啊，所以人一定要守本分的。啊，家庭守伦理的本分。啊，到将来长大了，服务于社会了，你在哪个行业要守哪个行业的本分，没有人没有竞争。啊，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行业本分做好，就是尽忠尽孝啊。啊，社会是各个行业组成的，是多元的，个个都是顶尖，个个都是最好。
啊，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啊，重视的是精神生活、物质生活，随缘呢、啊。精神生活丰富啊，快乐无比啊。这是佛陀教育，这是圣贤教育。啊，佛法真谛啊，他真正断我修善，他真正做到自我牺牲奉献啊，释迦牟尼佛牺牲王位啊，牺牲荣华富贵的生活，牺牲家庭啊，牺牲权位，出家去了，做苦行僧去了。啊，苦行僧的本分是自己觉悟，在帮助别人觉悟。啊，这个行业是什么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是个义务的社会教育的老师、教师，他真的是这个身份的啊！一切都放下了，障缘没有了，自信里面的智慧显现，这是大彻大悟啊！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他在菩提树下。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啊！这个彻悟是一切智、自然智通通现前啊，事出世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而且他知道是正确的，他不是推想，那不是我想的，不是的。他亲眼看见的啊，亲身体会的，他的身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那什么我没有看到，哎，就是看不到啊，他的身没有形象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心理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越说越神奇了，越说叫人越莫名其妙了。啊，可是佛说的，你要证得八地以上，你就见到了。跟他一样，就入这个境界。这是佛法的科学，科学讲证据。啊，佛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，其他的人都不行，不是的。八地以上，八地以上有多少？太多了，数不清呐。佛菩萨总共52个阶级，八地以上是最高的五个阶级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最高的位置统统看见，统统明了啊，那这就不是假的了啊，佛陀在世，八地以上的就不少。
啊，佛说出这个境界，他们给大家做证明。啊，我们如果修到八地，我们也见到了入佛境界，那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不但是真佛，是接近圆满的佛果。啊，明心见性就算是成佛了。啊，虽然见性了，明心见性了，无始无明的无始无明断掉了，没有了，无始无明的习气还在。啊，习气断干净了，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叫妙觉啊，八地还没有到究竟圆满，接近这靠边接近了，所以真相他见到了啊，见到还没能证得，为什么还有残余的少分无明习气啊，他把这个东西断尽，就真的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今天社会问题，多少专家学者头痛啊，解决不了啊。啊，佛法能解决。过去几千年社会里头，没有出现这问题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佛法是社会教育里头主导地位，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发生的，没有问题啊！啊，你比如现在这个企业里头劳资问题，这是全世界没人有办法能解决。啊，佛教解决了，无念波居士解决了，胡小林居士解决了。啊，你去问问他用什么方法，弟子规。感应篇十善业道，这问题解决了，没问题了。啊，员工跟老板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只有相让，没有相争的。啊，老板对待员工像亲兄弟一样。遇到困难的时候真帮助你啊。啊，胡小林有个实际的案例，有一个员工是打扫卫生的，一个妇女在他公司只做了十天，不长啊，他就走了，不干了。没多久生了一场大病，没人救他。他写信给老板，能不能帮他忙救救他。啊，老板帮助他。全部的医药费，啊，当时在这个十天工作里头，他也不认真，啊，一般人都看不顺眼，啊，他自己也知道惭愧，病好了之后，
无条件的到公司来服务。啊，真正感恩呐、啊！啊，也感动这个公司所有的员工。你看，老板对这个人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只干了十天，而且不好好的干。啊，老板对他这样关心。真跟自己家亲人一样，他我们那些员工还有什么问题？看这一个例子就晓得，管老板对我们员工是真心对待。啊，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公司就是你的依靠。啊，死心塌地为公司，啊，在做。他们管理的什么章程、考核的章程全都不要了，不需要搞这套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用伦理来统治。啊，中国古代的社会确实用伦理、用道德。啊，不需要用法治啊。啊，伦理、道德、爱心，啊，真正的感情。啊，我们今天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国家。用佛治国，佛陀教育治国，啊，这一国的人，我们看到非常和睦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啊，真正像一家人。啊，古代的一家人不是现在，现在一家人都不行。为什么？他有自私自利。啊，这个国家的人，起心动念呢，想自己就想到别人，能够舍己为人。先人后己，这个道德价值高啊！啊，他们为什么能做到？天天教，没有别的，全国都接受佛陀教育。啊，每一天早晨，电视、无线电、广播，全是佛陀教育。啊，全国这些出家人都在学习，都在讲学，都在教导。啊，教育。不能一天中断的。中国古人有所谓呀，三日不读圣贤书啊，面目可憎。啊，斯里兰卡是天天不间断。啊，特别是星期天。啊，星期叫假日学校，学校没有固定场所，没有固定的形式。啊，星期这一天的上午，全国人民
都在寺院啊，寺院连广场都做得满满的，坐在地下啊，这一些法师都出来给他们讲经说法啊，一个小圈圈一个小圈圈，我们去参观，也没有通知寺院，走进去，突然走进去啊，星期天上午，这寺院里面3000多人，男女老少统统有，非常有秩序，有整齐，很整齐啊，大人大人在一起，小孩小孩在一起啊，我们亲眼看到啊，啊，他们说的效果就大了。啊，所以只有这些大神大仙知道，教育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教育能令今天社会许许多多繁杂问题不可能发生。啊，人不真理，觉得真理是很羞耻的一桩事情，怎么会去争这个东西呢？没有人争啊！啊，那么富裕的人，有地位、有财富的人，他真的会啊，常常照顾贫穷这些人，他应该要照顾。啊，不需要法律。佛法里面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爱众生的心，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。啊，这自动自发了。啊，不需要我们去思考，我们去思想，不需要。今天社会乱了。问题多了啊！如果有能力啊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这个社会它怎么会出问题啊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诸佛刹土，没有问题；极乐世界没问题，怎么会有问题？怎么会那么多呢？啊，中国人从小读圣贤书，现在不读了，问题出来了。啊，于是我们得到个结论：学佛的人，第一大福报。第一大智慧，啊，学佛的人终极的目标不在高轮回了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给我们招手，我们要直下承当啊！啊，阿弥陀佛，建立极乐世界，那是对
一切长夜明昧的众生，做主究竟圆满真实的功德啊，建立极乐世界，欢迎大家到这来。能够相信，能够发愿求生，统统受啊，没有一个拒绝，包括造作无逆事物，毁谤佛法这样的重罪，只要你临终忏悔，后不再造，信愿持名，统统都受，都接受，啊，没有拒绝的。阿弥陀佛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我们能拒绝别人吗？佛不拒绝我，我不能拒绝任何人。啊，只要他肯回头，那就是好人。啊，那个人就能成佛，出生善根，接受教育，就能够离一切忧悲苦恼。善根生了，生一切善法了，最后成就菩提，菩提是大觉。故知啊，所与菩提者，设为长夜忧恼，待生善根者，俱复凡夫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呐，我们确实是长夜忧恼啊，我们等待善根出生啊。什么时候善根出生呢？转贪嗔痴为不贪不嗔不痴，善根就生了啊。要知道自私自利这个念头，贪嗔痴慢疑这种念头，它生烦恼，它生一切不善，啊，佛叫他叫贪嗔痴，叫三毒，叫贪嗔痴慢疑，叫五毒。啊，转贪嗔痴为三善根。啊，你看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叫三善根。所有一切善从这生起来。我们得做个转变，真转。啊，转自私自利为利益众生。啊，为什么众生跟我是一不是二？佛家的伦理讲到究竟圆满啊，儒家的伦理是讲一家人，佛家的伦理是讲一生一体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啊，自他是一不是二。你要能够把这个参透了，我的身有没有死？不死。我这个身死，那个身存在呀、啊。这么多人生存在，
还有小孩慢慢长成了，永远不死啊。啊，那是跟我们是同一个身体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你对人很爱护啊，啊，小我没有了，大我，大我人一切众生通通是我，这叫佛法，佛叫觉悟。啊，这个身体是我，除这个身体之外都不是我。这是长夜忧恼的迷惑众生，他没觉悟。啊，所以我们等待善根的出生。啊，这就是居富，居是居足，富是烦恼。啊，居足烦恼的反复。后面第二个四句偈，明菩提之法。啊，这个重要啊！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？他帮助不是帮助一个地球的，地球太小了。他所帮助的众生是遍法界虚空界，啊，佛法的名词叫法界虚空界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宇宙，啊，他是讲全宇宙，啊，每一个星球上的众生，这个心量多大？用什么方法？那我们要特别注意。他用什么方法？众生闻名，来生我刹。他用是这个方法。啊，为什么？众生现前居住的环境不善。在这个环境里面很难成就。为什么？这个环境里造我的人多。啊，我的磁场很严重。你想修善敌不过你的氛围。啊，你会受它影响。你的善业还没有成就，啊，他能够把你造恶的念头、造恶的行动啊，一下带起来，啊，自己知道不对，但是自己还是要干，对吧？境缘不好啊。啊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呢，物质环境不好，人事环境更不好，怎么修？啊，阿弥陀佛慈悲，建立极乐世界，啊，让我们统统到极乐世界去修行。那我们怎么学法？啊，我们学法的是要模仿阿弥陀佛，我们见小极乐世界，可以。啊，用顺王的精神，啊，智慧。忍辱、真诚，就能够造小极乐世界。小极乐世界从哪造起？从一个家。
家和万事兴啊。有一个家到我们的村，有一个村到我们的小镇啊，我们希望10年20年到一个小镇和谐，你就做成功了啊，我这个小区记录时间。啊，那我们在前些年在汤池小镇做成功了，我们看到了啊，也许这个小镇太大了，啊，当时我们的县领导不满意，啊，解散了。我们现在可以说什么？叫邻居几家，我们的近邻，啊，这几户人家，十几户，不必扩大。啊，住在公寓房子里面，我们在这一层楼啊，这一层楼里头住的几户人家，我们要常常关照啊，对他们要礼敬关怀照顾，这一层楼变成一家啊，小极乐世界。啊，真正照顾，真正关怀。啊，互助合作。合作。那么这些实在讲呢，在农村比都市容易走，都市人工作太繁忙，情绪当然不好，你对他好，他不但不感谢，他还会提心吊胆，你是藏着什么阴谋啊，你的用意何在，目的何在，他会想这些啊，农村比较好一点。啊，那我们现在从都市搬到农村，好得多了啊，我们大家真正要发菩提心，要向阿弥陀佛学习，啊，要把我们的邻居变成一家人，啊，不比一个村，村还是太大了啊，我们会生活得很快乐。啊，阿弥陀佛心量大。啊，他有名号。名号代表这一部无量寿经。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一切诸佛称赞的经，他不用那个名字，他用阿弥陀佛经，直接用名号了，做经题了。
啊，心愿持名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这一些众生，心愿持名的众生，意界常以忧恼中的群生呢、啊？换一句话说，跟我们完全相同啊。是故善导师曰：“三杯酒品，总是为佛去世后无住凡夫也。”啊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是我们净宗第二代的祖师善导大师所说的。他说的没错啊。啊，三杯酒品是为谁？为我们。啊，我们学讲经，我们学分享。啊，在这个家庭里面也熟了啊，他们对佛法好奇啊，他们有个感触，明显感触，学佛的人这么好，学佛的人没有虚伪，学佛的人不欺骗人，学佛的人用真心待人，会受感动啊，感动时他就会向你请教佛是什么啊，你得常常讲给他听。这个机缘出现了，先对一个两个，那一个两个 会宣传啊，有个十个八个就可以定一个星期用一个晚上啊，大家聚集在一起讲一个小时啊，像斯里兰卡星期学校一样后面两句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喜悦满。啊，可见忧恼凡夫，夜灯彼岸，习气身真金色，妙相如佛，圆满具足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忧悲苦恼完全断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得的身是佛身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身体不是这个肉身的、啊、血肉之躯，不是的。啊，这个身是阿赖耶变的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想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极乐世界一切是真的，没有假的。啊，什么叫假的？有生有灭叫假的，不生不灭叫真的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一切都没有生灭的现象，
所以它叫真的。啊，即到极乐世界得的这个身相，就不生不灭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是乘着莲花去的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这莲花是开的。我们坐在莲蓬上，这个花就合起来了。啊，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面。啊，那时候花开了，你出来了，你的身体完全变了。啊，就在这一念之间，在花里头转变的。啊，那么这个花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你在这个里面是个大的转变。啊，这个转变是转凡成圣。转迷为悟。啊，怎么知道？花开见佛无生呢？无生是什么境界？大乘教里面佛说的，七地以上啊，证得无生法忍。为什么？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生。啊，七地下品无生人，八地中品无生人，九地上品无生人。啊，无生人再上去叫极灭人，他最高的了，真的清净极灭。啊，十地是下品。等觉是中品，妙觉是上品，啊，寂灭人那就圆满了，啊，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。啊，真正搞明白、搞清楚，极乐世界怎么能不去呢？啊，现前。我们只要有时间就念阿弥陀佛，决定不能把这个时间空过了啊，尽量不要去想这些拉拉杂杂事情。那为什么？这通通是轮回业，不再干了。想到极乐世界去，就这一句佛号可不能中断。啊，那么下面又说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要学得像啊，哎，业已大悲心，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大慈大悲，利益助群品，啊，跟阿弥陀佛发同样的心愿，同样的菩提心。啊，我对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，我对他们要有利益。啊，利益是什么？帮助他们觉悟。我们自己要做一个觉悟的样子给他看。啊，才能帮助他觉悟啊！啊，利欲生真念，头一个样子就是利欲望。我们三皈依，皈依法，利欲尊。啊，法是什么？
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，脱离十法界的方法。证得罗汉菩萨佛果的方法，我们的皈依法了，皈是回头啊，依靠这些方法帮助我们成就无上菩提。那方法的核心就是利欲啊，不能有欲望。欲望是什么？欲望是六道轮回的合因啊，核心的一个因，最主要的一个因。有欲望就有六道轮回。我们真正不想搞六道轮回了，欲望放下，用清净心处事待人接物啊，清净心是智慧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没有丝毫染污啊，也就是经上常说的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真放下了。于放下之后，正念呢就起入了。正念是真心，正念是诸佛如来的念，阿弥陀佛的念。净慧修反省清净智慧现前，所作所为都叫反省。凡是清净的意思所做的一切清净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不造业。修善，不着修善的相。为什么？着修善的相，果报在三善道，出不了轮回啊。造物不能做着造物的相。那为什么这造恶的相，还有恶的念头，还有恶心，他感应的是三恶道。所以善恶都不执着要造不造呢？不造也不行为什么？帮助众生觉悟，我们做出样子来给他看，那就要造造就有业苦，就有业习，业的习气这个地方叫你放下，利一切相，己一切法。穿衣吃饭要不要造？要。不着穿衣服的相，吃饭不着饮食里面的这个相，不要执着，随缘。什么都好吃。衣服不必考究，什么都好。
样样都好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这就是反省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是杂心。啊，那是六道的行业，搞六道轮回的。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是反省。一切法通通如实啊。啊，我们在斯里兰卡建一个大学，如果有这个分别之处，这是善心啊。果报呢，人天福报。如果这个大学建立的时候不执着，若无其事，这叫反省。啊，反省不是说叫你不做，做善恶都做。标准呢，为众生有利，不是为自己，跟自己没关系。啊，我的这个反省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妄语。这个妄语对他是有好处的，佛经上有个小故事，啊，一个猎人追一个兔子，走到三岔路口，啊，兔子跑掉了，正好遇到个人，他就问他：“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兔子？”这个人知道他打猎的，啊，看到了，从哪里去了？往那边走了，只是反方向，这不骗他吗？做了两桩好事，兔子呢救了兔子的命，这个人呢虽然有心杀了，但没有杀成，他的罪轻，对两方面都有好处。啊，如果说是哎呀，我要持戒，不能妄语，我就告诉他，那个兔子肯定被他杀掉。啊，你固然是持戒没错啊，可是你造了罪业。啊，是没妄语，但是你造了杀生的业。虽然不是你杀的，兔子死是因你一句话而死的。持戒要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不行啊。啊，佛法的教条，每一条戒都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条条戒都有开遮吃饭。啊，那么像这个，它不是妄语，它算什么呢？它是开戒，不是破戒。啊，为什么？为救众生。啊，绝不是为利益自己，是为救众生。你看。两面都救了，啊，还有杀人的，这是佛经上的故事。佛经上有个上主，啊，不是上主，有一个上，现在讲的时候，好像企业家的一个团体。啊，500个
商主啊，像是500个企业家啊，包了一条大船啊，从海外运回来他们所贸易得到的财富，都在这个船上装的啊。那么有个阿罗汉，他也搭这个便船啊，到海外去弘法。这个阿罗汉有神通，知道里面有一个商主起了个恶念，他想把同伴499个人害死，独吞财产。这桩事情不能告诉这个恶人，告诉这个恶人，他先把你杀掉，杀人灭口。他的阴谋没人知道，阿罗汉最后没法子了，把他杀掉啊，这犯杀戒，这在戒里的开源，这不是犯戒，这是开戒啊。他也是两面都救了啊，这499人生命财产保全，叫阿罗汉帮助他。那个杀人的人，被杀的人，他要是做成功了，财产他是得到了，他落在无间地狱，这个罪很重。现在他被人杀了，他自己造的罪业没有成就，他的果报轻啊，他不会堕地狱。等于说阿罗汉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啊，又保全了啊其他商主的生命财产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要懂得这个做法是真的，是大慈大悲啊，两面通救了啊。啊，阿罗汉不是为自己身着想啊，啊，是为众生着想。所以这些我们要知道，啊，业以大悲心，利于诸群品。啊，这个四句是表诸往生者。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身心顿净，顿是很短的时间啊，一刹那的时间，身心清净啊，花开见佛，见阿弥陀佛，见阿弥陀佛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价值。所以身心清净，像经上讲的清净平等处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，啊，智慧蒙利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大悲无量，自觉觉他了，成就菩提啊，这是佛力加持你才得到啊。下面就说明了，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力故，本愿力故，满足愿故，
明了坚固究竟缘故，阿弥陀佛对众生真的是有大恩大德，我们要不真干，这一生要不能往生，怎么对得起阿弥陀佛？那我们就真错了，不但对不起阿弥陀佛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苦心为我们介绍，对不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因为一切诸佛都盼望我们在这一生能圆满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关心我们，护念我们，希望我们呢早一天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要知道必须要知道，这个世界六道十法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金刚经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什么叫有为法？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。人有生老病死，树木花草，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，有成住坏空，通通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世界，这一次来到这个人间呢，是来旅游的，旅游当中遇到佛法，这太幸运了，那么知道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呀。对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，我们要尊重他，我们要感激他，这些天来承蒙他们的照顾，尤其是我们闻道佛法，要感恩他们，没有丝毫留恋。我们要早早到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。你看阿弥陀佛，这经上讲的，为善本愿满足愿，太难得了，叫一切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。明了是智慧，坚固是福德，究竟圆，故能令长夜忧恼之凡夫智慧清净，身心如佛。这多难得，多稀有，
由是可见，此土大兴凡夫，蒙佛加辟，上辈往生，得无生人，又何足意呢？最后落在此土大兴凡夫。我们只要把心量脱开，把自己放下，啊，不再搞自私自利了，啊，起心动念为一切苦难众生，啊，我们能法跟佛一样，对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。可是我们能力做不到，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但是心有余，这个心不能没有，力量达不到没有关系，要有心。大乘教里头论心不论事啊，小乘教是论事不论心，都不一样啊。大乘教里头心量大，真正得大福报，真正得大智慧。啊，念念都想着自己，智慧福报是有限的啊，它不能脱开。智慧福报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求来的啊。古人讲的量大福大，这个话才能讲得通啊。福报是从外头来的，这话就讲不通了。啊，那个大福是从大心量自然出来的，有多大的心量，就有多大的智慧，就有多大的福德。然后我们才晓得，脱开心量是多么重要。啊，心量是无限大，啊，功德是无限的深广，全是自信的。蒙佛加辟，上辈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无生人啊，无生人七地以上啊，又何足意？这个意思，这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事实真相如是啊。法藏比丘以偈颂曰：发大誓愿是在第六品，第一品啊，这个首句第一句就是我见超誓愿呢，此正超世之处。啊，超越世界，诸佛如来。
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首先我们要肯定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是同一个自信。啊，他能发，我怎么不能发呢？相同的。啊，他觉悟了，圆满觉悟了，我在迷。啊，今天我们有缘遇到他了。啊，我们发跟他同样的大心大愿。啊，由阿弥陀佛带领，我们跟他起步，叫安得受十方之常规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，那是十方世界修行正果的常规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特殊，超越了常规，所以不能用常规来看极乐之品位。啊，那你看不准呐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。又无量寿经超越警心明许三杯九品凡夫往生啊。啊，这无量寿经超日本净宗祖师的注解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一段啊，无量寿经钞七卷日本了慧道光传的啊，也称为大经钞往昔钞啊，道钞为无量寿经之注释书，内容分为大意、释题、结文。大师有一个别号叫往昔，这个注解里头也常看到有往昔曰，就是他啊！你看他这个德号什么意思？天天不望着西方啊，跟我们中国欧耶大师，欧耶大师有个别号叫西游道人，那是西方真有啊。啊，这个名号显示出念念不忘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他往生之后到哪里去了？肯定在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无量寿经的注解。啊，我们现在把日本好像是一共十八种吧，统统印成一集啊，他送了一些给我们，应该收到了啊，但是他把他照相缩小了，字太小了，阅读不方便，我们必须再想方法重新排印啊，把它做个整体
日本这套书相当有价值。啊，中国无量寿经古著只有两种。啊，日本现在他给我们的好像是18种。啊，念老这个脊柱用了5种，好像是日本用了5种。啊，这个无量寿经经钞啊，哎呀，引用的也不少。那么他解释的第一个，凡小往生；第二呢是大圣往生。言凡小者呢，知三倍。啊，凡小往生呢，是三倍九品呢。啊，大圣往生不在此例。又有心安乐道。韩国云霄法师传的授予大正藏第47册及净宗净土宗全书第6卷，内容山民净土之安乐及往生净土之因缘，啊，共分7门，啊，有心安乐道。第一个，述教其之宗旨；第二呢，定彼土之所在；第三呢，明疑惑患难；第四，明往生之因缘。第五啊，出往生之品数；第6啊，论往生之难易；第7，作矣，除矣。啊，本书古来与净土诸家间颇甚显。啊，也就是读游行安乐道的人很多啊，那么在古德著述里头引用他的也不少啊。有心安乐道曰：有48愿，初先为一切凡夫，后呢兼为3乘圣人，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，今为圣人。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日本这些大德，他们的老师就是善导大师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日本的净土宗都承认善导是他们第一代的祖师，啊，这些跟善导学的都算是第二代，啊，他们对老师非常尊重，啊，不忘师恩呢，师恩比佛恩还重，没有老师接引，怎么会认识佛？啊，所以这个戒严的人恩德最重啊！啊，尊师重道啊！啊，日本的佛教里面，我们还看到
更具本品，开口便道，设方世界，诸天人民，岂有智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品。那么这是我们这一品的经文啊，经中的三倍呢，只是设方诸天人民，没有说菩萨声闻啊，这是本经的经文，故知三倍所指守在凡夫啊，但经中呢以经为圣人啊，如菩萨往生品啊，这里面说十方世界诸菩萨中，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。菩萨往生的人不少啊啊，但是经里面所说的三品确确实实是诸天人民啊，而且是十方世界啊。那么这些不搞清楚不搞明白，我们的大心呢发不出来，总以为自己没那么高的佛分啊。佛在此地给我们说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这些人个个都有份呐！啊，既然我们人人都有份，我就应该发份，我就应该直下承担，我就不应该怀疑，这就对了。菩萨往生品中，这是另当别论。啊，弥陀发愿，普度众生。菩萨也是众生啊，菩萨是觉悟的众生啊。玄奘大师翻译的，将菩萨翻作觉有情啊。情是什么呢？情是没断啊，它不是爱欲，爱欲断掉了。啊，这个情识在大乘法里面讲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是这个东西啊，无始无明断掉了。换句话说，菩萨已经到达不起心不动念，习气还有啊，因为有习气，他回不了常寂光啊，他的障碍就这一个，除此之外他没有障碍了啊。现神通啊，智慧道理跟佛完全相同，佛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接引众生，众生多啊，佛通通去接引的化身啊，化身的样子不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完全是众生心想，
众生心想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所以众生很放心，不会想，不会错。你家里供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像，你天天看他，天天想他，到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来现像，跟他一样，你不会认错。啊，我天天想你，天天看你，终于来了。啊，所以什么都要专注，不要老换样子。啊，喜欢太多了，各种佛像你都住的时候，到临终的时候，到底哪个来是真的？啊，往往这一念，那真是啊，要知道那一念呢，是1600兆分之1秒。那一念错过了就不见了，这一生的缘就错了，真可惜啊！啊，所以家里供佛像供一尊，离开家里出外，现在给照相，把这尊佛像是照成照片带在身上，无论到哪里，你供拜他。就这一尊像，没有第二尊。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临命终见佛，没有怀疑。啊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有分别，我们有执着。啊，用这个方法最稳当最可靠。啊，菩萨在极乐世界也有神通，他也能分身，用无量分身去供佛，去拜佛，去听经，佛慧双修。啊，自己的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什么身呢？是报身，跟阿弥陀佛的身完全相同。啊，身有84000相，相有84000好，每个相有84000好，这样的身相，众生见不到的，凡夫见不到。啊，凡夫所见全是应化身。啊，应化身是随心应量，我们想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十方菩萨都有这个能力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